望在2018年新的空中旅途中，再与各位朋友携手书写未来美好的篇章。谢谢。Y declaro con estas palabras oficialmente inaugurada esta campaña llena de sensaciones ecuatorianas en pleno vuelo.从这个航空公司收到，也是让我感到很惊喜。今天的旅程一定会非常的愉快，很激动，因为从来没有收到过玫瑰花。它的颜色比较鲜艳，那个叶片好像比较大。哦，对的。哎，想问一下您今天收到这个玫瑰的心情怎么样呢？很开心，很激动啊，谢谢。祝天下所有中国的，所有的亲爱的家人们，都家庭幸福。希望呢，所有的妇女都永远快乐，也希望厄瓜多尔的朋友们永远快乐。